何呢？带您来看山海气象。首先来到屏东狮子、牡丹跟满洲，最低温16度，高温21度，降雨几率5到6成。太武来一根春日，最低温14度，高温27度。三地门、雾台跟马家最低温12度，高温27度。高雄原乡地区、桃园、那马夏跟茂林最低温降到6度，高温来到26度。嘉义阿里山气温在7度到24度之间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跟庆义最低温降到4度，出现在仁爱乡，高温有26度。台中和平区气温在9度到25度之间。苗栗南庄狮潭以及泰安最低温13度，高温24度。新竹关西尖石跟五峰最低温降到8度，高温来到24度。新北乌来、桃园复兴最低温11度，高温18度，降雨几率最高有7成。宜兰大同以及南澳最低温11度，降雨几率也是蛮高的。来到花莲地区，新城、花莲市以及吉安最低温18度，高温来到23度，降雨几率5到8成。秀林跟万荣最低温12度，高温来到22度。寿丰跟丰滨最低温18度，降雨几率最高有8成。凤林、光复以及瑞穗最低温17度，降雨几率5到8成。卓溪、玉里跟富里最低温降到6度，高温来到21度。台东地区长滨、成功跟东河最低温18度，高温24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以及延平最低温只有8度，高温来到23度。鹿野、台东市跟卑南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来到24度。台马里、大武、金峰跟达人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24度。兰屿地区气温在20度到26度之间，有5成的降雨几率。外岛地区连江、金门以及澎湖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来到24度。